大家好，上次视频呢，我做了一个关于如何去注册 ChatGPT 的一个账号啊，然后呢，美国和日本的 IP 是可以访问的，然后呢，香港的 IP 是访问不了的。但是今天我换了日本和美国的 IP，都是访问不了，可能是被识别了吧，或者说它这个服务器爆满了，所以说呢，一直访问不了。然后呢，通过很多很多办法都访问不了，那没办法啊。那么我今天找个办法的话，就是通过另外渠道啊。怎么去实现呢？这边有个发现个比较不错的网站啊，然后这个网站的话，反正的话你也不用下载这个 EXE 程序，这样的话避免了中毒的风险啊。那么这里的话输入一个 API 的 key 啊，那么如何获取 key 的话，这边有这个说明，但是其实的话很简单啊。那么这 key 的话就输进去就行了啊，然后呢你这边点一下啊，验证一下，验证之后就验证成功了啊，那么也可以注销这个 API key 啊。那么就这样的话很方便啊。如果说呢，你怕这个 key 被这个网页的站长给盗用了，他也可以把它这个记录下来啊。那你可以注销嘛，后台也可以取消掉啊。然后呢，我这边测试了一下啊，确实访问速度还是挺可以的啊。它每个月的话，最后面的话只有18美金的额度啊。那么我们看一下这 API key 长什么样。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啊，就是说，如果说你当你访问不了这个 ChatGPT 的时候呢，你要开一个隐私的页面啊。那么点这里啊，隐私的页面啊，隐私窗口，然后就可以了啊。然后你再访问这个网址啊，访问这个网址，才可以访问。访问的话，然后你要验证账号，然后登进去之后呢，它就跳到这个页面了。跳到这个页面之后呢，你这边可以创建一个新的secret key 啊，然后呢，就可以创建一个这个 key 了。然后 key 呢，就是可以用了啊。那么就很简单，对吧？那然后，如果说你当你的 key 不要的时候呢，你点这个删除啊，或者说再创建一个新的也可以啊，最好把它删除掉。然后呢，我们注意一点啊，就是说这个使用访问的话，它是每天都有额度的啊，每天访问额度的话，它这边是免费的话，它是18美金啊。说是说我问了 ChatGPT 那个与机器人程序，他说。一天可以200万次啊，其实的话肯定是没有这么多的啊。你看我刚才就随便说了三四个问题吧，大概就是花了1美分了啊。那如果说3个问题1美分的话，你想想看，这个18美金的话能花多少？按照这样计算的话，就是1800乘以3啊，这5000多次吧，5000多次的这个请求吧，大概的话就是这样子啊，反正很简单。但是呢，用这个的话特别方便啊，而且。不限制这网速啊，经常会爆满，那我只能这个办法了，没别的好办法了。